看起来这一趴还是没有办法守，但小雨来了，空中鬼镖，少侠镖两只，没有，是瑞尼补枪，这边的部分没子弹了，哇，但温拿扫兴火炮有炸死一个，但这个交换其实是划算的，近距离交战，跳射吸引枪线，可以，还好小雨的拔镖有打出一个破口，就这一拍如果你要进的时候，稍微看一下人在哪，哦，那超级强，哦吸，加上小雨的出枪，没关系，你防守也怪怪的，那我们吃了。但是你刚好打到枪哎，这可能会成为唯一的变数。哇，田内听到两个脚步声了，那小雨就可以动作了。过烟一打一，有 dash， 慢慢来，不急，完全不用着急，因为你是一个开放包。稍微给一点压力，先用一条命去换，但是对手子弹超空。他现在觉得你的小枪局翻盘力有点强，我干脆缴一点大招，对，一个大招，因为不然我负责人员也不知道开哪里啊。他跳上来看到头了，哈哈。有生子弹，这个是绝对有用的。没错，再换一个位置。哎，其实有枪，再掉回去。他在玩什么？这个东西感觉很好玩，有点像在跑酷。哎，他捡到枪了。老实说，我现在觉得不是因为在这个副职领域的压力。他们要被穿掉了，而且小雨其实可以帮忙给过点烟的。哦，两只，第三只，好可惜。顺开啊，来不及。我拿的，来，我拿的表演。黑下，哦，还是得靠这两个人呢。那只能靠二 v 四，哎，但他们给机会了，其实打得有点着急，狗咬到这边，威夜里再顶一个，二打二，二打一，不要急，二甲一局，不用探，完全不用探，哎，不用探，哦，好险传掉，完全不给任何机会，他只点了一下而已，哇，但这个 B 面，海子就说这个位置很关键，打两只，好险小雨的补枪有到位，二换二还有机会，哇，一打一没打赢，一标保全人。七十滴，右键，唰起来，唰，又可以拆包，一二三，唰。而且这里还有全面封锁，那一定要打架了。一二，哎呦，哇哦，那确实是可以掌握到蛮大的这个开周情报，然后电接再电出去，这刀。看什么刀到飞到了铁箱上面，第一个一打一，右键直接带走，捡枪起来。到了下一个有人，小雨的还得靠你，没问题。打掉了之后呢，这边想要来补哦，位置会穿，他会穿，哇，配上这一根剑，这根剑抓到对方情况的拉出来就是一发。这里就是专心要扛正面了，用个电灯追击放在了是这个后面的楼梯位置。有嘞，这一枪有嘞，醒喽。这边要换的话，先封住 Market， 要换边门夹了。打一，控住，再一个，叶离，给烧，但时间上面稍微来不及一点，对方贴到脸上，一打一很重要，一打一有帮忙，有夜幕将两个清洗过来，再配个短闪，好，这边目前是扛住，接下来转头看 man， 因为小雨有帮他看 Azure， 好，过来一打一。这个位置小枪管露出来，侧脑被敲。那老师应该比较偏向是三人进攻，很积极。CT 位卡一个解体哦。在等这一拍，哎，没黑到，可以，没黑到，有没黑到，付出代价了。Down B， one enemy remaining。最后一个人情报也露出来，不急不徐 ，OK， 没问题。因为刚好被照到啊，但好像烟雾拉出来，温拿敲一个，有帮补掉，这边还有，直接传掉对手，石头，两个在 under 的位置。要一起 pick， 小雨先带一个，还有第二个小雨也带一招，没有问题哇！那这个他点那两个人怎么扛啊？自己鬼转啊！小雨，雨神，13秒，雨神，这边是靠你的，但他是只能靠你了，只能靠你了，暴风确认，一次吗？一个，二，三个，小雨这边有抓到是神佑卡，不过神佑卡哦。直接抓你全转跳的位置，架的是一秒后的你，想不到吧？要把它加掉，而且拖了好久，再抓了一个，莫耶，一打一，完了，这一打一，对方有情报，所以只能拼了。这个快对枪，关键对枪，有，我紧张到跳了一下啦，差一点。